在计较着世界公平不公平，像跟小孩一样感情。我看着你细数爱的痕迹，每个生命该爱的用力，竟让主任，我觉得这里的交通设计的不合理。这是跟基建和保卫已经商量过好多次之后，最后决定把它重新恢复成单行线的。如果是咱们的话，可能会按照提示走单行线绕这一圈，一般的车辆跟普通的患者可能也会绕圈。但是你想，如果车上是急症的患者呢？他们会有时间和耐心这样一圈绕下来吗？对于心源性猝死的患者或者是大出血的患者，这一圈绕下来可能就是生死之隔了。车上如果是急症的患者，包括咱们的救护车，从大门进来一定想尽快的就到达急诊了。有道理。老罗，把这口子打开，我来跟他打招呼。好的。还有其他地方不舒服吗？没有，他就是个头磕着了。走路的时候不小心滑倒，磕马路牙子上了。头晕吗？不晕，就是疼。会有想吐的感觉吗？没有。没事啊，伤口不大，等会儿帮你包扎一下就好了。保险起见，还是去做个 CT。啊，好的。啊，好。医生，我这不会摔成脑震荡了吧？不会的，你确定你现在没有头晕、恶心、想吐的迹象？没有。从 CT 来看，颅内没有明显的损伤，还有出血，就是外伤，过两天痊愈就好了。啊，谢谢。那我可以走了吗？医院里的味儿闻着难受。可以，明天记得来换药。哎，不行。先生，我跟你说啊，必须住院。哎，医生，在哪儿交住院费？他不需要住院，他就是小伤，过两天就好了。那伤在头上能叫小伤？要是感染了怎么办？要是脑子里出血怎么办？你们不是有那个 ECU 吗？据说价格还不便宜，我们先住两天观察观察。就是啊，我们不在乎钱，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我们都懂的。我们这儿确实有 ECU， 至于收费也是按照物价局核定的价格来收的。哎呀，多少钱我们都给，都住。对，我刚刚也说了，患者这种情况呢，不需要住 ECU。而且我们 EICU 里面都是重病患，对患者的恢复也不好。爸妈， EICU 是重病的人住的，我才不住。你懂什么？这头上的伤马虎不得，医生不都检查过了吗？就是个小外伤。你就听你爸的吧，咱们住在医院有啥情况呀都好办。哎，行了，多住点，就这么定了这个事儿。你去安排一间那个 EICU， 要单人间啊。我们 EICU 现在床位确实比较紧张。你就是这么服务的？实在是不好意思，EICU 是用来监护极危重症患者的，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住 EICU。 好了好了，你叫肖燕是吧？我现在我就投诉你，区卫健委管不管得了您？市卫健委管不管得了您？我就不信了。投诉。没事，我来处理。你别着急啊，这位家属哈。你是干什么的？我是这儿的主任，我叫陆平安。你来的正好，你们这边肖医生简直不把病人的安危放在心上，马马虎虎，敷衍了事，一风一德很有问题。我这正准备向市卫健委反映这个问题呢。啊，别着急，你们就是想让患者在 ECU 多观察两天，是这意思吗？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这个事儿就交给我，我来安排，好吧？这孩子的健康最重要，是吧？哎，这边请啊，这就是我们的 ECU 啊。这个 ICU 你们都听说过啊？啊，知道啊。这个 ECU 呢和传统的 ICU 它是有很大的区别的，啊 ，ICU 基本上呢，收治的都是一些从抢救室出来的，啊，需要很多器材维持的重症患者，哦，啊，所以它一定是全封闭式的。那 ECU 呢，也就是急诊的 ICU， 啊，它基本上收治的都是非手术类的重症患者，
他就兼顾了这个急诊抢救室、重症监护科、急诊监护室的这么一个综合的作用，所以这个地方基本上是半开放式的。啊，看起来环境不错，还行啊。哎，赶紧处理一下，小心窒息。爸妈，这地方要住你们住，反正我不住。不好意思，医生啊。主任，那床的病人一天吐好几回，您是故意带他们去的吧？我觉得急诊科是人性暴露最彻底的地方，以后你就会发现，这什么样的人都会有，所以有的时候处理问题不一定非得硬碰硬，换个角度，迂回作战。您真是为咱们急诊操碎了心。你也知道 ，ECU 成立特别不容易，所以我想，别说什么岔子就好了。我都跟您学习。把普通的急诊和危重抢救的患者分流开。你们这这么大地方，患者又多，怎么分呢？普通的急诊是由分诊科分类，再分到各个诊室。但是有些危重抢救的患者，他们等不起这个程序，所以我认为应该找一个专门的人，直接把他们指派到抢救室，由主治医生进行抢救。你觉得呢？我觉得肖医生说的有道理。这样。你制定的流程规范，院里面还没有印发下来，啊，等下来之后就按照你的执行，好吧？我现在说的是，我觉得有些患者他们等不起。小燕，你的意思我明白，但是这里不是战地医院，更不是战场。我认为，急诊科就是战场，每多一道程序，多耽误一分钟，就有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。主任，我觉得要不我们先试试肖医生说的这个分流的方式，也可以在实际操作中发现问题进行改善。帮你啊，拜拜。患者是一次大学生，篮球比赛中突发昏迷，救护车上监测，心率168，血压72/41。稳住，左拐，抢救室二床，准备移床，一、二、三。血压、心率。血压72/41，心率168。接着静脉通道，用药把血压给我拉住。啊，血糖多少？血
5.2， 可以排出低血糖了，也不像神经系统问题。血氧多不？嗜上素啊，褪三磷酸腺苷吧。等一下，无效在垫腹里。从120开始复苏到现在多久了？一个多小时。一个多，不对啊，嗜上素引发的昏迷折腾这么长时间，早就醒了。血氧多少？在吸氧的状态下，血氧饱和度是85%。嗜上素不会对呼吸有这么大的影响，血氧这么低也不太对。 我去看看有没有哮喘病史或者有没有感冒这些。等一下，你先跟他查体，我去联系一下患者家属，看看有没有其他病史。好。刚才查体发现呼吸消失，本想送去做 CT， 但又怕中途风险高，送 ESU 观察了，安排了个床旁胸片。不好了，血氧饱和度掉到 68% 了。去看看。哎，这么着急去看患者呀？ 就没考虑过，一无吸入。唉，可怜呐，一个大学生，运动健将，连丑事就要被治肺了。胸片显示没有气胸，右肺片状阴影。 右肺完全不工作了，准备气管镜。好。一颗口香糖，这么简单的事儿，我们怎么就没想到呢？咱们就是把简单的事儿复杂化了。不对呀，糖化那丫头我了解啊，她一女汉子粗枝大叶的，这么精细的事儿她怎么会想到呢？之前唐医生问过我患者的情况。 小燕，啊，一定是肖燕找出了病因，完了完了，咱们被羞辱了。咱们被羞辱了。那个口香糖是什么牌子的？我管它什么牌子，不都一样吗？那你管是糖化还是肖燕呢？血压和心跳都已经稳定了，等手术室安排好了，就帮你进行手术。他要是觉得渴，拿棉签蘸点水擦一下嘴唇。肖医生，那个大学生出院了。哎，可惜了，他们在多躺几天就好。本来就是一无吸入，取出就没事了，不用留院的。 不过瘾呢，他要是能在这儿，就提醒那些自大狂，这儿还刻着他们的耻辱呢。你这思想啊就有问题。肖医生，你怎么那么厉害，一下子就能判定他是一无吸入？如果你们有空去体育场的垃圾桶里看看有多少口香糖纸的话，你们也能知道。对呀，嚼着口香糖打个篮球，那多帅啊！ 这个白书不是自生聪明绝顶吗？这回傻了吧？你们呀，如果只关注病情还有指标的话，肯定想象不到；如果试着关注患者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就简单了。肖医生，还是你厉害。去吧，去吧，就你会说。你整理完了之后，明天拿给我就可以了。行，好的，主任。好，你去吧。哎，主任。 哎，你怎么现在才走啊？你不是白班吗？有个患者刚下手术，我就耽误了。你怎么也没走啊？院里不是印发了“香艳起草”的规范流程吗？我学习了一下。主任，我今天帮着肖医生打了个圆场，我是好意，你没生气吧？什么话？我怎么能为这事生气呢？我有那么小心眼吗？再说了，院长一直在强调，活到老学到老。<笑>肖医生吧，说话是冲着点。 可是我想着，他是从国外回来的，那人情世故的表达方式跟我们是不太一样的。说实话，我今天真的没有因为肖燕当众顶了我几句嘴，我觉得脸上挂不住。他对这块有想法，而且又有国外的经验可以借鉴，我觉得是件好事情。我把他的流程规范仔细的看了一下，你别说，写的还真不错。哎呀，看完之后，我这心里面倒觉得有点别扭了。 肖医生是院长聘的，我觉得他不一定会留得久的。哦，我不是因为这个别扭。
他即便在这儿常待，凭他的眼光和能力，人家瞧不上咱们这儿的小位置。我是为我自己别扭呢。我这一想，到这院里面已经20多年了，现在在业务能力上咱也没有什么大的前途可以奔了，我就想着能把咱急诊还有 ERCU 管理好，顺顺利利的不出什么事儿，我心里面就踏实。有你这个有耐心又细心还有责任心的主任在，出不了什么事儿的。好了好了，这哎这么晚了，要不咱们俩找个地方对付一顿吧。哎不行，我家里我得赶紧回。哦对对对，你们家保姆走了。哎那你赶紧回去照顾仙云去吧。哎嗯，你也别对付，喝口热的啊。好好好，我走了。哎拜拜。好好好。哎老白，吃烧烤去吧，有一家烤腰子不错。我不去。你要回去自己做饭吗？叫你那家小谁一起来不完了吗？我给他打电话。哎你别给他打电话啊，跟你学坏了。怎么了？嫌烧烤俗啊？那吃西餐也行。就你那品味啊，中餐烧烤西餐汉堡你自己去吧。就你有品味，被人灭了一道不爽了吧？有什么呀，上次刘脑的事儿你不胜了一局，这次输了不过一笔打平而已啊。你说什么呢？我听不懂。装接着装。行了，你赶紧去吃吧，我走了。你信不信他肯定回家打游戏泄愤去？又吴旭，快待着去。作业写完了吗？不是，就是让你去急诊科吗？至于吗？你又跟徐。嗯，我觉得这只是在考验你，你千万别难过，早晚会让你回青睐的。开庭。你哪只眼睛看到我难过了？行了，快去学习去。8岁，已经失去意识，血压70/40，换一尿毒症。医生，孩子一直在做透析。你们是患者家属？是我他爸。我是他姑姑。患者家属，外面等一下。考虑是肾性脑病导致的昏迷，做个血常规还有生化吧。试颤，准备除颤。好的。知道，我们明明肯定没事儿的。等你好了啊，姑姑带你去游乐场啊。
医生怎么样？患者情况恶化了，要转去 EICU 做个透析，给他安排一个血透析。爸爸，我不想透析。小朋友，你的病要做透析才能好啊，而且爸爸之前说过，你之前做过透析，对不对？阿姨相信你可以勇敢的，好吗？医生阿姨，我不怕疼，做透析要花好多钱，住那个病房也要花好多钱，我不想再让爸爸花钱了。宝贝儿，乖，听医生阿姨的话，做透析。爸爸有钱，只要能让明明的病治好，爸爸有的是钱。爸爸，乖。三号床的那个烧伤病人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？哦，伤口愈合的还不错，徐医生已经减少了药量。嗯，一定要多留心他的这个体温啊，因为这段时间是属于术后的感染高发期。嗯。赶紧申请去内分泌啥的，那儿没人跟你急，别在这儿跟我添乱了。就急诊干什么的？急诊就好比是高手对决，生死立判。你进了抢救室，面对的不是患者，是死神。你得在死神伸手前判断出他出手的方向，拦住他，救下患者。在这儿你要看得比鹰眼，跑得比狗快，最重要的是头脑冷静，思维敏捷。患者垂死，家属跳脚，谁慌你都不能慌。患者没抖，你先抖上了，别人怎么信任你？不，你烦不烦？还有完没完啊？这家伙刚主任查房就问他一句病情，就一前臂心梗，你直接回答不完了吗？我们陈博士愣是从病情分析出了七种可能性。这好，等你一一验证完，患者坟头草都半米高了。徐老师说的对，我是应该好好学习。有什么好学的呀？啊，看看你们陆主任的水平，还有徐医生。哦对，还有那个肖医生，急诊对于有些人来说就是混日子的地方，混个十几二十年，什么副主任医师、主任医师，没问题。呸，给我们一口。哎，你能不能注意点卫生，用你自己杯子喝。替我好好教育教育。白老师，您看我在哪些方面还是需要学习的？没有啊，非常完美。
能把一个流行性的脑脊髓膜炎诊断成一个普通腹泻，那您以后水平和陆主任差不多啊。听我一句劝啊，别想太多，好好混日子，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。你也别话不伤死不休啊，现在你也急诊科了啊，别狠起来连自己都砍。现实就是这样啊，你要是觉得别人说话不好听，那只能说明一点，自己的能力不够。能力是一点点成长起来的。行啊，这项我带着兵啊。徐老师，我去三学堂了。等等，以后有什么问题不要找我们，去找护士长，他是这个急诊见过病患的和经历过抢救最多的人。你还是个博士，理论不会有什么问题，就是缺乏一些实践。记住了啊，嘴甜一点，多叫季承杰，他什么都会教你的。白老师，谢谢您。难得啊，百年难得一遇，不想蒙是否讨人厌？你说你和人正常接触有这么可怕吗？不可怕，就是累啊，尤其跟你在一块儿更累。你以为我不累啊？我天天看你装，我都替你累。这组微泵整夜维持。好的。医生，没啥事儿吧？他的状况不是很好，能撑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是，我们当地的医生也说，说孩子能活到现在已经是个奇迹了。孩子他妈呀，走得早，我又忙。明明五六岁的时候就知道帮家里干活，洗衣服、做饭，什么都学。我们邻居都说，就没见过这么懂事的孩子。注意一下生命体征，有异常叫我。好，谢谢医生。哎，医生，怎么还在这儿？不是让你缝针去吗？我们等老板来缴费呢，我们俩身上都没带钱。医生，我还是感觉有点难受。难受？啊，你怎么了？哪儿疼吗？不疼，我就觉得。我也说不好，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，有点不舒服。他肯定是被吓着了，没啥事。啊，那你这样，你先坐会儿，等会儿缝完针，看你有什么不舒服，你再跟我说。回去呢，多休息，侧卧啊。怎么了？被车撞了。帮你检查一下吧，往后靠。现在什么感觉？我也说不好。车祸以后，短则几个小时，长则一周，都是观察期。你有什么症状，你要说出来。谢谢你，医生，我也是。他真没啥事儿，这磕碰碰的小伤，在我们工地上见多了，这个医生都给看过了，估计是吓的。我再帮你做个检查吧。这个不用查了吧？他刚刚都查过了，这真没啥事儿。你又不是患者。你怎么能替患者做决定呢？但是这个事我知道啊，他出车祸的时候我就在一边，就那货车往后倒，没看着他，刮了一下。你看这挺吓人的，没啥事儿，是不是老张？啊？别等等，血是怎么回事？哎，这哪血？这肯定是嘴上的这个。再给患者验个血，安排 CT， 还有 MRI。好。现在不完全排除颅内出血的可能性。颅内出血？颅脑损伤引起的颅底骨折通常会伴有耳漏，耳漏的流出物有可能就是血性液体。医生，我其实没事儿，你先这个不好意思。你先别动。你恶心想吐吗？躺下躺下。你躺好了，快。你干嘛去啊？还不快，你交费。
我这真没钱。你们老板什么时候到啊？主任，患者是工伤车祸，他们领导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颅内出血的情况很有可能急转直下，必须立刻安排检查。开通绿色通道。多亏你在啊，也多亏半天没给他缝针，这药早都放回去了。没耽误病情就好。嗯。我听说因为门口动线的事儿，陆妈在院长那儿有点挂不住了。你也别多想啊 ，ESU 是新开设的，和各部门的磨合都需要时间，陆妈也不容易。我明白。我以前呢总是会同时抢救好几个重伤员，紧张惯了，改不了催人的毛病。刚车祸患者 CT 结果出来了，颅内大量出血，患者出现意识障碍，准备开颅。你要自己手术啊？来不及了。小燕。谢谢你救了我的病人。颅内压显示正常，血凝块已排出，准备闭合。怎么，替你排除了一个被你遗忘的潜在风险，就成你偶像了？怎么听说了？这用听说吗？整个 ESU 第一次开通绿色通道，谁都知道。阴阳怪气的。不过说真的，小燕医者仁心。你这么给人戴高帽子，人知道吗？那个患者开始都检查完了，他又主动过来问了几句，才发现耳道内渗血。陪他来的那个工头开始拦着不让检查，后来都慌了。主任二话没说，开通了绿色通道。那也就是我没在。你在怎么样？你在也不一定发现得了啊。萧燕算是让我明白，有时候所谓急诊啊，不一定是流着血带着伤推到你面前，要真的关心每一个病患，才会发现危重症。不吃了？听你说话恶心，吃不下。把你的格局打开点儿，承认别人好对你没坏处啊。肖医生，这是于明明的病历和配型资料，当地医院送过来的。哎呦，这个于明明也太可怜了，他那么乖，怎么能得这种病呢？那个于建国也挺惨的，明明妈妈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，只剩他们父女俩相依为命。那个于建国呢，就靠在菜市场卖菜，好不容易把孩子养活大。谁能想到还能得这种病啊？于建国为了给孩子治病，把房子都卖了，真是祸不单行。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？我也是听说的。
都怪我没本事啊，透析太贵了，而且一周要做三次。哎呦，有的时候我看明明没那么难受，我就说，就是少做一次半次的没什么影响。怎么会影响不大呢？就这么跟你说吧，透析的次数不够，毒素没办法正常排出体外，它就会堆积在身体的各脏器里，对其他脏器造成损伤。那要是马上给他做移植手术，是不是就会好起来啊？已经来不及了。明明身体的多脏器已经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，他现在的身体做不了移植。来不及了？怎么可能呢？我们当地医生都说了，说只要给他找到合适的配型，他就能好起来啊。小医生，我辛辛苦苦的攒钱，我到你们这儿来就是为了做移植手术，你怎么会说来不及呢？小医生，你骗我的是吧？你就是骗我的。你早干嘛去了？当初是你自己不去做配型，现在已经晚了。我自己的事儿不用你管。哎，什么人啊？怎么没喝呀？跟你一起。啊，好，爸爸和你一起。爸爸。哎。医生阿姨跟你说什么了？医生阿姨说，让爸爸照顾好明明。您是哪儿不舒服？啊，姑娘，你说什么？您哪儿不舒服？我有点发烧。您到对面量一下体温。护士，坐哪儿啊？坐那儿，耳朵不好使，以后就不要一个人出门，坐那儿就好。好。嗯。护士，儿子肚子疼，您到那儿量一下血压就好。谢谢啊。你们这也太慢了吧，能不能快点？我都等半天了。阿姨，您先别着急。叫谁阿姨呢？叫谁阿姨呢？您看一下，这您谁是大姐？麻烦您，今天排队的人多，多等一会儿。我能等的病能等吗？要么就先给我看，要么谁都别干。怎么回事？白医生，这位大姐说她头疼的厉害，非要插队。那你是医生啊？快给我看，我头疼。
能是皮破裂。这么严重？白老师，结果出来了，的确是皮破裂，血红蛋白只剩6克，申请输血，马上送到 ESU 联系肝胆外科，让他们会诊。好。要我说呀，你真是运气好，要不是碰到白医生，你现在就凶多吉少了。谢谢你啊，白医生。你好好休息，已经通知你的家人，他们一会儿就到。白老师啊，你是怎么在一群人当中发现了那个患者啊？想知道啊，可我没有兴趣教你啊。啊，回去把所有的教科书从头到尾看一遍，到时候你再来问我怎么在一群患者当中找到一个重病患者。好的好的，我回去把教科书找出来。在心里练几遍，省略了客套的寒暄，拥抱喂饱了想念。谁不会在约定的时间付出最沉的一次爱？自己画的句点，自己就让我先去明天走一走，所有美好留给你慢慢欣赏。好人别哭，这一生没辜负，现在我懂，受苦的不是我，而是陪我来的你。就让我先去明天走一走，所有美好留给这一生没辜负。现在我懂，受苦的不是我，而是陪我来的你。